前回話は、宿儺が虎杖に敗れ、消滅しました。指19本を取り込んだ状態で死亡した場合、表身の影響で残りの1本の指に魂を引き継ぐことはできないようです。これにより、実質的に死亡した宿儺ですが、今後、宿儺が再び復活する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ます。呪術回り戦の世界には、輪廻転生が存在すると思える描写が、いくつかあります。114話でジョーゴが死亡して花小屋と再会した時、再び生まれ落ちる時、我々はもう我々ではない、と発言していました。このジョーゴの発言から、輪廻転生が実際にある可能性が浮上しました。さらに、宿儺の双子の魂は宿儺に食われた後、巡り巡って虎杖の父、ジンの元へと宿っていたことが257話で判明しています。このことを踏まえると、宿儺が再び輪廻を通して、いずれ違った形で復活する可能性が高いと言えるでしょう。では、もし復活した場合、宿儺は生前のような残虐非道な性格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これについては、268話での虎杖の発言に手がかりがありました。虎杖が、宿儺、俺はお前だ、知らず知らずに呪いを持って生まれて、どんな化け物になるかは運次第だった、と発言しています。続けて、俺にはじいちゃんがいた、と話していました。この発言の真意は、もし宿儺と同じポテンシャルを持つ虎杖に、祖父のような愛情深い人がいなければ、虎杖も宿儺のような残虐な行為を行っ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このことから、生まれ変わった宿儺がどんな人物になるのかは、宿儺の周りに愛を与える人がいるかどうかにかか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とはいえ、呪術回り戦の完結まであとわずか。もし復活するとすれば、どのような形で復活するのか、残虐非道な性格は残されたままなのか、気になるところですね。残されている謎とは、268話のラストでは、おつこつを助けるという話が始まっていました。サブタイトルが、決着、だったこともあり、宿儺関連及び死滅回遊のエピソードは終了したものと思われます。ただ、死滅回遊編の中で回収されなかった謎も残されています。宿儺が呪物になった理由。宿儺と賢者の関係。虎杖の領域名。死滅回遊の結末。最後の宿儺の指の扱い。権限のその後。宇佐美とは誰なのか。ざっと、このくらいの不明点が残っています。死滅回遊については、1億人分の呪力を持った呪い霊の誕生が阻止されたという形で終わったとは思われます。しかし、あれだけの騒動がどう事後処理されたのかといった詳細はまだ不明です。また、呪いの王と呼ばれた宿儺の指についても結局どうなったのかは分かっていません。伏黒によれば、狂信によって力を失うらしいことは一応説明がされていました。しかし、そうは言っても危険なものであるという見方はされるはずです。破壊はできないものですから、あの後どうなったのかは気にかかるところです。残り3話で、これらの謎がどれだけ解き明かされるのかに注目したいですね。嗨，大家好，我是欣姐。现在要接孩子嘛，我在这个停车场里给大家聊一聊我上次拍这个视频的这个很多人在留言嘛，就是关于这个小朋友上我们家去呢，我就拍了一下。然后中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很多镜头是不再对着他了，因为我就觉得孩子如果有反感了或者不开心了，那我就停止下来了。所以呢，我也是问过他，询问过他的啊。尤其在西方背景这种孩子呢，对这个隐私看得很重啊，尤其像这种肖像权呀，包括你拍他的时候没经他同意。的话你拍到他的话他会感觉特别不舒服的，你确实说得很对啊，就像我有时候拍的时候呢就会告诉别人我这视频里面有你可以吗，他说如果不行我就会删掉他。那如果说就像我儿子上那个游乐场的时候呢，别人可能就拍视频的时候扫到我儿子，他也会说就是我在旁边坐着他也会跟我说，他说你的孩子在我的视频里可以吗，我说没关系，因为你拍视频你上游乐场也好还是去公园玩也好，你不可能说一点不带别人的或者是一点都不可能不捎带别人的照片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毕竟在这个人来人往这个过程中还走来走去不可能不捎带的，所以说这个都是能理解。还有一个就是粉丝给我留言说，欣姐你那个你那个披萨都烤焦了，你干嘛就不去买一个披萨？当时这个孩子我一看早上去他只喝了一杯奶，我就怕他饿了，所以他来了家没玩了20多分钟呢，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这个披萨。这个披萨呢也不是我自己做的啊，是我在超市买的半成品，然后回去呢给他加工做的啊，也是买的，不是我做的。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粉丝就是说我小气啊怎么样的，其实我也
在家里给他弄了一些买的，包括在华人店买的那些蒸饺啊，包括小包子什么的，我都问了，孩子说对那个中餐没有兴趣，所以说呢我就没给他整。然后那披萨基本上这些孩子呢在澳洲呢他们都是平常的这种聚会啊吃饭呀、啊、都是吃这些，所以我觉得还是大众化比较好的。尤其澳洲的孩子很多孩子都是过敏体质，所以说不知道什么东西就他就过敏了，孩子的家长肯定也跟他说了，所以我问他中餐的一些东西他要不要吃，然后他说他拒绝了，那么我就不会给他做了。不是说我小气啊，在澳洲是要有分寸感的，不是说我们热情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拿给他们吃，但是问题万一他吃坏了或者吃不舒服了，我们承担的责任相对要大一些。学校是有时候会有活动啊，吃什么东西啊，他们都会提前一个星期会给我们发一些单子，就是你的孩子能否吃这些食物，然后让我们去签这个单子，如果不能吃的话，那上面就可能会给他画叉啊，就是不能吃，他们要交给老师。所以说呢，像这个澳洲对这个饮食，这个尤其是孩子的饮食非常的注重啊。所以说像我儿子有一次，就是因为我当时把这个单子给忘了啊，就没给他填，我想着这忘了就忘了嘛，肯定会给他吃，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全班同学都吃了，就我儿子自己没吃，所以我才知道，就是如果家长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个食物是不可以发给你的，就像那种单子啊，没有发，没有，你没有签字，或者是你没有告诉他可以吃的话，他是不可能给你发给你的啊，哪怕这个东西再多的情况下也不会给你吃的。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些单子我都会看，都会填，要不然以前的话我总觉得啊，填不填来说都无所谓啊，但是在澳洲这个饮食是非常注重的，所以说在这边呢就不跟咱们就国内啊，就说啊孩子来了一大堆东西就那样吃什么的，但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就很麻烦。是第一次来我们家，所以我还是相对要谨慎一些，不是说心姐小气啊，这个东西吃能吃多少，在国外的这些孩子的交往跟咱们在国内跟孩子之间的交往是不一样的，他们对这个吃啊非常的注重，而且他们这些东西是学校是不允许分享的。像我儿子吃什么东西，有些我朋友都会问有没有忌口的，有什么不能吃的吗，因为他们也害怕孩子万一吃了什么问题担责任啊。说欣姐你这个披萨为什么不给他们出去买，我卖披萨店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下午，一般呢都是下午开和晚上开，所以中午开的特别少，尤其在我们家旁边也没有几家开的，都是到晚上才开，我不可能说丢下孩子然后我单独去买东西，这是违法的，法律规定的12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单独在家里待着的啊，必须有监护人在家。如果我真的单独把孩子在家里这些邻居报警了，那么我承担的责任那是非常大的，我可能就直接孩子被一些直接孩子就可能被接走了，我可能就连监护权都没有了，我不可能单独把孩子自己放在家里然后去买东西啊。然后我就觉得家里本身都有一些什么披萨呀，还有我买的一些饺子呀，还有一些什么蒸包啊什么的都有，他们想吃什么都可以整，但他问题他们都不吃啊，他们吃什么就整什么，不是说因为心里不舍得啊，是因为真的是在这里吃东西是非常的谨慎的。如果我询问他，我给他拿准备的一些东西，我问他吃不吃，然后他说吃，那我就会给他准备更多一些。那如果他不吃的话，我觉得这个孩子还是要尊重他的，不是说我不热情啊，不是说我小气，不是我抠啊。所以有很多粉丝不理解这边，因为国情不一样啊。我好朋友来我家，就像杨哥他老婆呀，或者是我们这中国孩子在一起玩，我就准备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都无所谓。但是你在这个澳洲孩子，尤其是有西方背景的孩子呢，他们本身吃饭吃东西，他们在学校教育他们就要谨慎，要注意。所以说，你说不可能弄很多东西让他们去吃，万一吃的不好的情况下，吃坏了或者吃的不舒服了，承担的责任都是我啊。所以说呢，有些粉丝可能不太了解啊，所以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有些粉丝就说我抠啊，然后说欣姐你太不热情了，只给他弄上水，也没弄点其他的东西。中间的时候给他弄水果，因为拍摄的时候呢，怕拍到他脸了，所以就没有给他详细的去拍。所以说呢，有些视频呢就没有拍，水果也给他整了，然后呢水也给他倒了，吃的东西也问他了，但是他拒绝了，那没办法，这孩子还是要这样的。但是我最后他妈妈接他走的时候呢，还问我，我还跟他说了一下今天吃了些什么东西，比如他喝了水，然后我给他一点点披萨，他只吃了半块，吃什么披萨我得给他妈妈报告，他妈说可以不用管他吃饭，他说回去我再给他整，他还是很谢谢我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吧，所以说咱们得尊重别人的文化啊。又到接孩子时间了，哎呀，今天我这一天天感觉都在路上了，然后接孩子送孩子，然后回去收拾东西，孩子就放学了啊。好了，今天欣姐的那个视频呢就拍到这儿了，谢谢大家观看，我是欣姐，我明天再见吧，拜拜。